我不期望今天会有一个结果，但我期待是一场真正的有尊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姐的告白时间。你们，而且在这两天当中，你们要跟他联系，让他安心学习。等他回来，你们如果在一起结婚，阿姨绝对不会阻拦你们的。真理，就算阿姨求你了。家里阿姨求求你，好吧，你理解当妈的心好吧，你不是爱毛毛的吗？家里，答应你，现在好好亲爱的，出国留学。我跟你提过了，我谢谢。
算是好了是吧？嘉玲是支持他出国是吧？我也有妈妈，妈妈也会这么做的，会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前程。一个妈妈把孩子培养大也是很不容易，也许我现在还没有做母亲，体会不到这份心情。